国语有声善书。南天虚元堂善书，清净德思醒主著，仙佛为无极禅化院院尊太上道祖。太上道祖降，圣世无今日降著清净德思醒。第七章真思醒要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不知思醒，舍善良而入邪伪，废礼教而入浊污。又思想偏差，导致社会怪异层出不穷，放屁奢侈，奸淫盗贼横行四起，以致使社会败乱不已，良可叹也。能思醒，可化己身之迷痴而达明圣聪智；能思醒，可正归品德，修心养性；能思醒，可通达绝路，正得立身；能思醒，可自修自得，步入善门；能思者，可自度度人，立德立物，其妙亦无比也。思行乃练道之金针，是回头彼岸之基根，是借以超凡脱俗、成正道过之要源，妙用无穷，能不免行乎？太上道祖降，圣世无今日降著清净德思醒。第八章明耀思醒。时值末节，科技昌盛，文明颓废，诗书礼乐不修，孝悌忠信不守，伦常之礼尘埋，异端曲说四起，真道浊丧，祸患流连不息。虽仙佛施恩于东土，圣神布会于东瀛，开通绝路，引迷入悟，奈何世人不知思醒，感化无缘，难登善门而登彼岸，良可叹也。思醒可整文明之颓废，思醒能整伦理道德，思醒能正异端邪说，思醒可开迷入悟，思醒可得纯真善缘，思醒可悟真道要义，思醒可真圣门之境，思醒可光耀性灵等，奇妙要无穷，无以尽书也。世人当知思醒之功夫，乃是成就一切之根源，是修持造德之要源，是育养性灵之所在，也是真道之大本也，岂可不明乎？太上道祖降，圣世无今日降著清净德思醒。第九章智思慧醒。智者因恒逆而思醒，因思醒而悟觉，因悟觉而安心立命。愚者因困境而烦恼，因烦恼而造罪，因造业而心乱身苦，至于愚对思醒之差别大也。智可及思而养，慧可及醒而固，故思醒可养固智慧也。世人往往因不知思而失智迷惘，因不知醒而失醒忘形，智慧茫然，性灵无以运调，本身难归，足可见思醒之重要也。思醒温养，开窍光明，心腹通达，六根自净，正德正行。况且思醒能明理正性，而入悟妙道之门，能可不明哉？感谢普贤菩萨。贪嗔痴是人之三毒，其毒眼伸出无数种毒，迫害本性良心，望世人断毒向善，则回到佛国净土才有机会啊。天上是一家亲，菩萨不止在佛寺，也会在圣堂，希望佛道不可相争，要互相帮助。虚元堂是一间非常好的圣堂，有许多善书可以注印，他们目前有建庙、点灯、元辰、健康、月老、福禄，请搜寻虚元堂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，希望大家可财布施护持庙堂之永续，多助印善书，光临虚元堂以受仙佛普照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